大家好，我是 Una， 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一堂课程。这一堂课程呢，最主要我们会从我们的前面静心开始，静心静坐，让你的身体回到我们身体内在的专注力。之后我会进入到一系列流畅的训练，而流畅的训练里，我们会针对我们的平衡以及强化我们的核心为主。所以呢，首先在家里面先找到一个舒适安全的地方，尽可能的不要在冷气的出风口下，亦或者是周遭有任何的东西会倒塌的状态之下，铺上你的垫子，坐回到我们的垫子上，找到我们的坐骨，翻开坐骨，找到坐骨后，双手膝盖骨上，闭起我们的眼睛，调整我们的呼吸。一样，在课程开始之前，提醒大家，在本堂课程里面，若你随时随地有需要让身体休息下来的话，离开我们的动作，回到我们的儿童式稍作休息。依旧，我鼓励大家只给予身体适度适量伸展训练放松，只给予身体适度挑战，但绝对不要过分的去勉强他们。我们先加深我们的呼吸，有需要你可以闭起你的双眼，亦或者闭上双眼，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不安，你可以将你的视线看向鼻尖方向的地面。吸气，感觉你正在吸气。吐气时，感觉你正在吐气。聆听身体周遭附近的环境音，接受它们，并且放下它们。唤醒我们的嗅觉，嗅闻目前你周遭环境里的气味，接受它们，放下它们。将我们的专注力带回到你的身体，觉一下身体哪一个部位目前是属于特别紧绷的，察觉它们，却不去改变它们。慢慢地将专注力带回到你的身体里，加深我们的呼吸，缓缓地睁开我们的双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我们肩膀往前往上，吐气往后往下，再一次吸气，肩膀往前往上，吐气往后往下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双肩往前往上，吐气往后往下，
双手来到斜前方，来到我们的四足跪姿，转回到你的垫子前侧面，双手按在肩膀正下方，保持十个手指头打开来，维持第二根手指头相互平行，保持我们的肘眼相对，两脚膝盖放置坐骨的正下方，唤醒我们的脊椎中枢神经位置，深吸一口气，放松脚背，放松腰头抬，胸提向我们的锁骨，不去折你的腰，深吐一口气，低头拱背，脚后跟踩起圆背，低头视线看向肚脐中心，深吸一口气，放松脚背，放松腰头抬，保持小腿重压地面，胸椎提向锁骨，深吐一口气，低头拱背，脚后跟踩起圆背，低头骨盆后倾，坐骨带向膝盖方向，深吸一口气，放松脚背，放松腰头抬，保持我们的下巴收向我们的耳后，深吐一口气，低头拱背，双手往下按推地面，拱高我们的后背，最后吸气，放松脚背，放松腰头抬，胸椎提向我们的锁骨，小腿重压地面，深吐一口气，低头拱背，动作准备变化，保持双手按稳两脚踩住，深吸一口气，下犬位置，来到我们的倒卧飞行豆，一次一次加深腿后伸，腿后侧拉伸即可，深吐一口气，回到我们的猫子位置，吸气，放松脚背，放松腰头抬，胸提向我们的锁骨，深吐一口气，低头拱背，保持双手按推地面，肘眼相对，深吸一口气，当倒下犬位置，维持鸽子窝外侧包向我们的地板，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深吐一口气，猫子位置，深吸一口气，放松脚背，放松腰头抬，胸提向我们的锁骨，深吐一口气，低头拱背，双手按推地面，微微拱背，稳住我们的肩膀，深吸一口气，当倒下犬位置，来到我们的当卧飞行豆停留，维持十只手球下压地面，保持我们的肘眼相对，肩外转，鸽子窝外侧包向我们的地板，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髋骨往后往上，有需要围去我们的双腿，再可以力量髋后侧下推两脚，脚后跟的外侧，重量微微往左送，深吸口气，右脚往后抬三个，来到三条腿的单凳，保持肩膀髋骨稳定，力量左髋骨后侧位置下推后脚，脚后跟的外侧，绷直你的上腿，连接后脚属膝内侧大拇指脚球，右大腿内转，松开你的左臀右髋骨，盖向我们的地面，下一个吐气，右脚大步往前方踩动弓箭步位置，保持右膝脚踝正上方，膝盖对准脚趾二三指的方向，透过下一个吐气，左膝跪地板，膝盖有伤的同学或者是家中地板过硬，请垫上你的毛巾，后脚脚板放下来，保持前脚掌心后脚小腿重压地面，前后撕开垫子，维持着前后撕开垫子的力量，保持右髋骨往后，左髋骨往前，确保你的两边髋骨跟前侧的垫子等距，跟我们的地板等高，骨盆维持后倾，坐骨带向地面，深吸一口气，双爪上那双手往上，来到我们的低弓箭位置，新月位置，有需要的孩子双手抱头后，手肘微微往前侧夹紧，保持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全班下一个吸气，拉伸你的腰胸颈，仰头看向我们的天，把专注力带到左侧属膝的内侧位置，二，迎来下一个吐气，我们双手按地，后脚脚趾头踩起来，右脚一步向后推回到我们的当斗下犬位置，一组 Vinyasa， 深吸一口气，脚板上推，卷动我们的脊椎，重量前送来到我们的平板，保持双手掌心往下按推地面，维持肘眼相对，
上背微微的拱高，肩胛骨左右撑开，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骨盆后倾，坐骨带向脚后跟的方向，绷住我们的双腿，连接属膝内侧，到达脚后跟内侧，脚后跟内侧往后踩入一堵无形的墙面。深吸一口气，我们双脚膝盖跪地，重量前送，深吐一口气，屈手，胸下巴点地，来到我们的八支点地，阿斯汤加纳马斯卡拉，重量前送，啪，双肩夹推胸，深吸一口气 ，Cobra 位置，眼睛蛇式，维持十指手球下压地面，手肘夹至身侧两边，肩膀远离我们的耳朵，下巴收向你的耳后。深吐一口气，当斗有需要经过我们的猫姿，脚趾头踩起，推到我们的当斗下犬位置，保持我们的肩宽稳定，重量往你的右侧挪动，深吸一口气，左脚往后抬三个，双手按推地面，肋骨沉向脊椎，力量右髋后侧位置下推右脚脚后跟的外侧，绷直你的左腿，维持左大腿内转，松开右臀，左髋骨盖向我们的地面。你的下一个吐气，左脚一步向前方踩动弓箭步位置，检查位置，左脚膝盖脚踝正上方，膝盖对准脚趾二三指的方向，连接后脚属膝内侧，推向脚后跟内侧，踩入一堵无形墙面。深吸一口气，右脚膝盖跪地，后脚脚板放下来，一样有需要垫上我们的毛巾。前脚掌心，后脚小腿重压地面，前后撕开垫子，保持着前后撕开垫子的力量，左髋骨往后，右髋骨往前，检查两边髋骨跟前侧垫子等距，跟我们的地板等高，骨盆后倾，坐骨带向地面方向，深吸一口气，双爪子那双手再次高举过头，一样替代位置的孩子，双手抱头后，手肘微微往中间夹，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下一个深吸气，拉伸我们的腰胸颈，仰头看向我们的斜上，持续加深我们的呼吸，把你的专注力带到右侧属膝的内侧位置，二一，来深吐一口气，我们双手按地，后脚脚趾头踩起，左脚一步向后，腿回到我们的当斗下犬位置，一组比尼亚萨，深吸一口气，脚板上推，卷动我们的脊椎，重量前送，来到我们的平板，双脚膝盖跪地，深吐一口气，胸下巴点地，重量前趴，双肩夹，深吸一口气，来到我们的 Cobra 位置，眼镜蛇式，保持十指手球下压地面，肘眼夹向我们的身侧两边，肩膀远离我们的耳朵，维持下巴收向我们的耳后，绷直你的双腿，小腿重压地面，下一个吐气，当斗有需要经过猫，回到我们的当卧飞行斗，深吸一口气，右脚一步向前方踩动弓箭步，检查右膝脚踝正上方，膝盖对准脚趾二三指的方向，保持右髋骨往后，左髋骨往前，确保两边髋骨跟前侧垫子等距，跟我们的地板等高，双腿力量前后撕开垫子，骨盆后倾，坐骨带向地面，深吸一口气， Arjanasana， 来到我们的高弓箭位置，维持后脚大腿内转，后大腿的内侧拉向天花板，后大腿的外侧拉向我们的地面，下一个吐气，左脚脚后跟往后踩到极限，左脚转45度脚踩，来到我们的 Warrior Two 勇士二，勇士二位置，力量左髋后侧下推左脚脚后跟的外侧，保持前脚膝盖往小拇指撑开来，维持后髋皱褶位置推进我们的身体中心，骨盆后倾，坐骨带向地面方向，维持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放松我们的肩膀，肩胛骨左右撑开，确保我们的下巴平行水平地面，下一个吐气，右转头，视线看向右手方向，持续加深我们的呼吸，我知道你们腿很酸，再忍忍，
深吸一口气，推直我们的前腿，力量送到你的左脚脚后跟外侧。下一个吐气，右髋皱褶位置推进身体中心，右手往我们的前侧伸伸伸伸伸伸到极限。下一个吐气，右手慢慢盖下来，你可以选择八支三根手肘扣住大拇指，哈达按后侧或砖头。竖起孩子右手扶至我们的小腿骨上侧，不要压到我们的膝盖，维持左手小天使帮忙往上拎，想着耻骨联合离开我们的胸椎，尾骨离开我们的颈椎，保持下巴收向我们的耳后，下巴沿着左侧的锁骨转向我们的天花板，持续加深我们的呼吸，多二。你的下一个吐气，左手盖下来，双手按在你的右脚两侧地面，左脚摆正了，微屈你的前腿，双手按推地面，深吸一口气，右脚往后抬三个。我们只是经过，透过下一个吐气，右脚往前方踩动小小弓箭步，右胸下，左脚转45度脚踩，推直我们的前后腿，深吸一口气，背延伸拉长打直，保持前脚大拇指脚球，后脚脚后跟外侧两点扎地，前后撕开垫子，保持着前后撕开垫子的力量，透过下一个吐气，右髋往后，左髋往前，右侧的髋骨主动远离你的右肩膀，有需要的孩子一样按上我们的砖头，肩椎推进我们的身体中心位置，透过下一个吐气，慢慢加深我们的前弯，二。依赖深吸口气，抬头直背，来到我们的直背位置，左手按压左肩正下方，右髋远离右肩膀，保持下半身稳定，下一个深吸气，右手向天打开来，脊椎反转，来到我们的 Paritatri Konasana， 持续加深我们的呼吸，维持右手小天使帮忙往上拎，二。后腿的力量绝对不要松开，依赖深吐一口气，我们右手盖，双手按回到右脚两侧地面，左脚摆正了，深吸一口气，右脚往后抬三个，肚子核心要来了，深吐一口气，后脚脚板上推，卷动我们的脊椎，重量前送，弯曲右脚膝盖靠向你的右侧胳肢窝，停留三，绷直你的左腿，二，依赖深吐一口气，右脚膝盖沿着右手臂骨滑向你的手腕，停留三，绷直你的后腿，二，右脚不着地，依赖深吐一口气，右脚膝盖回到胳肢窝上，停留三，后脚不松，二，依赖深吸口气，右脚往后打开来。腹内外斜要来了，深吐一口气，后脚下脚脚板上颠，卷动我们的脊椎弯右膝，膝盖靠向你的左边胳肢窝，三，绷直左腿，二，拱高你的后背，一来往下滑到你的手腕，停留三，二，再忍忍，一来深深吐一口气，右脚再次往上滑向你的胳肢窝，三，二，依赖深吸口气，右脚往后打开来，停留这个地方，下一个吐气，翻开你的左髋，翻开你的右髋，屈右脚膝盖，右脚膝盖努力的指向我们的天，二，跟着我的指令来，依赖深吐一口气，屈你的下腿，右脚往后方的地面踩下，先摆正你的髋骨，右手向天，收臀腿髋，三，二，依赖深吐一口气，右手盖，推回到我们的当斗下犬位置，回到我们的当卧飞行道，一足比尼阿萨，深吸一口气，重量前送，卷动脊椎，来到我们的平板。双脚膝盖跪地，
重量还在前侧，吐气 Ashtanga Namaskara， 胸下巴点低，重量前送，吸气 Cobra 位置，肩膀远离耳朵，手肘夹，深吐一口气 Down 到下犬位置，有需要经过猫回到我们的当卧飞行道。反向深吸一口气，左脚一步向前方踩动弓箭步，左膝脚踝正上方，膝盖对准脚趾二三指方向，绷直你的后腿，延伸力量，后脚属心内侧推向脚后跟内侧，往后踩入一堵无形墙面，维持左髋骨往后，右髋骨往前，双腿力量前后撕开垫子，坐骨带向地面，深吸一口气 Andranyasana， 进入高弓箭位置，持续加深我们的呼吸，透过你的下一个吐气，右脚脚跟往后踩到极限，右脚转45度角来到我们的 Warrior to 勇士二，来到勇士二位置，力量右髋外后侧位置推向右脚脚后跟的外侧，保持后脚足弓上提，前脚膝盖往你的前脚小拇指撑开来，维持右髋皱褶位置推进你的身体中心，保持骨盆后倾，坐骨带向地面方向，肋骨沉向我们的脊椎，放松我们的肩膀，肩胛骨微微左右撑开，确保我们的下巴平行水平地面，透过下一个吐气左转头，再忍忍，二，第二条腿就快结束了，其实才刚开始，迎来深吸一口气，推直你的前腿，收紧我们的大腿前侧，左髋皱褶位置推进身体中心，下一个吐气左手往前伸，伸伸伸伸伸到极限，透过你的下一个吐气，左手慢慢盖下来，依旧八支哈达出界按高，选一个自己舒服的位置，舒适的强度，右手小天使帮忙往上拎，想着我们的耻骨联合离开你的胸椎，尾骨离开我们的颈椎，拉长我们的脊椎骨，下巴收向你的耳后，下巴沿着右侧的锁骨转向你的天花板，保持深沉的鼻吸鼻吐，二，迎来深吐一口气，右手盖，双手按回到左脚两侧地面，右脚先摆正，微屈你的前腿，双手推地，稳稳的肩，稳稳的髋，深吸一口气，左脚往后抬三个，这是经过深吐一口气，左脚往前方踩动小小弓箭步，左脚踩在左胸正下方，右脚转45度角踩，推至我们的前后腿，保持前脚大拇指脚球，后脚脚后跟外侧两点扎地，前后撕开垫子，保持着前后撕开垫子的力量，透过吐气左髋往后，右髋往前，摆正我们的髋骨，肩椎推进我们的身体中心，透过下一个吐气，身体许可的孩子架设我们的前弯，二，一来深吸口气，抬头直背，双手按推地面，右手确保右肩或右胸正下方，下一个吸气，左手向天打开脊椎，反转来到我们的 Parvatri Konasana， 透过吐气左髋远离你的左肩膀，左手小天使帮忙往上拎，每一个吸气拉长我们的脊椎，每一个吐气加深你的扭转，迎来深吐一口气，左手盖，双手按回到你的左脚两侧地面，右脚摆正了，双手一推地面，微微拱背，核心位置要来了，深吸一口气，左脚往后抬三个，深吐一口气，后脚脚板上推，卷动脊椎，屈左脚膝盖靠向左边鸽子窝，三，重量往前送，绷直你的右腿，二，一来深吐一口气，左脚膝盖往下滑到你的手腕，停留，三，微微拱高你的上背，二，绷直你的后腿，一来深吐一口气，左脚膝盖往鸽子窝滑动，三，二，一来深吸一口气，左脚往后打开来，
对角线位置深吐一口气，后脚脚板上推，卷动脊椎，左膝弯膝靠向你的右边鸽子窝，停留三二，一样往下滑到你的手腕，停留三，绷直后腿二，拱高你的后背，一再次往上滑到鸽子窝，停留三二，一来深吸一口气，左脚往后打开来，跟着我的指令来，不急，吐一口气，翻开你的右髋，翻开你的左髋，屈你的左脚，左膝盖想要指向我们的天，跟着我的指令来，下一个吐气，屈你的右脚膝盖，左脚往后方踩下，摆正你的髋骨，左手向天，收臀推髋二，一来深吐一口气，左手盖推回到我们的当斗下犬位置，一组 Vinyasa， 深吸一口气，脚板上颠，卷动我们的脊椎，重量前送平板，双脚膝盖跪地，吐气胸下巴点地， Ashtanga Namaskara， 重量前送，吸气 Cobra 位置，肩膀远离耳朵，手肘夹，深吐一口气，趴下来，趴回到我们的地面上，侧脸松松休息一下。二，你可以擦一下汗，喝一口水。一来深吸一口气，回到我们的中间，两脚再一次并拢在一起。脚趾头笔直的朝向正后方，绷直你的双腿，鼠膝的位置贴入我们的地面，双手胸口两侧，双肩胛推胸，深吸一口气， Baby Cobra， Baby 肋骨下缘还在地面，双手轻轻离开我们的地板，每一个吸气，头脚相互的远离彼此，下一个吐气，两脚往后延伸往上抬，深吸一口气，拉长的脊椎，吐气，头脚相互远离彼此，大腿内转，大腿往中间夹紧，深吸一口气，这一次打直双手，耳朵两侧不需要过高，每一个吐气，手脚相互远离彼此，再多二，动作准备变化，一来深吸口气，屈你的双腿，再撑一下，吐气，双手后方扣脚踝，双肩夹推胸，深吸口气，脚背推掌心，小腿推离开大腿，大腿离开我们的地面，维持大腿内转，大腿往中间夹，持续加深你的呼吸，再多二，一来深吐一口气，放下来，这一次屈你的双脚，侧脸左右摇摆一下你的小腿，感觉你的小腿像雨刷一样左右的摆荡，按摩一下你的大腿前侧二，原来起来，那么解开，咸鱼翻身，躺，躺回到地面上，屈我们的双腿踩地板，双手高举过头，右脚翘二郎腿，保持你的左脚板稳定，吸气拉长你的脊椎，吐一口气，两脚膝盖倒向你的右侧。每一次吸气，将气息送到你的左侧鼠膝、左腰、左肾、左后背。每一个吐气，左手左脚相互远离彼此。二，一来深吸一口气，脚回到我们的中间，换脚。
右脚踩地，左脚翘二郎腿，吐一口气，两脚膝盖倒向你的左侧。吸气，将气息送到你的右侧属膝、右腰、右肾、右后背。每一个吐气，右手右脚相互远离彼此。二，一来深吸口气，脚回到我们的中间，双脚解开，屈膝靠向你的胸前，双手扶住我们的膝盖，还轻轻左右摆荡，左右滚动你的脊椎。二，依然慢慢解开来，回到一个小大字的状态，平躺于地面，放松你全身上下的肌肤肌肉。享受你被大地承载的状态感受。慢慢的，身体像吹气球一般加深我们的呼吸，加深呼吸，膨胀你的身体肺部位置，轻柔动动手指，动动脚趾，唤醒身体上下的肌肤以及肌肉。准备好后，双手高举过头，两脚并拢向下，做一个大大的懒腰，大大的伸展。微曲我们的双腿，左手抱胸，身体来到右边侧躺。像早上要起床一般，温柔地对待你的脊椎，双手推地，原背我们慢慢推坐起来，回到我们的前方散盘位置。回到前方散盘，双手膝盖骨上，闭起我们的眼睛，重新感觉你的身体。轻柔睁开你的双眼，感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这一堂瑜伽的分享课程。依旧，我鼓励大家在练习的过程里面，给身体多一点点的时间。身体非常的诚实，当你怎么对待它，给予它，灌溉它什么，它就会回馈你什么。身体比你比我都更加的诚实。最后，我们双手合掌胸前，双手眉心前方。Namaste， 谢谢大家。